道有四不？北投有漂亮吗？连捷运都很漂亮，都是绿色的。台湾好美哦。北投耶、yeah! 北投赞，台湾就是这么美啦，有无？台湾有水无？水，我告诉你的台湾啦，嗯，好漂亮哦，好美的夜哦，平常的夜晚是这样，灯光闪闪。北投的晚上怎么这么美啊？怎么这么漂亮？啊、哦，好美哦！白天跟晚上差好多哦。啊，可以过了。冬天哈，我一定要来这里泡温泉。我自己一个人要来这里泡温泉，然后我不要泡那个泡大众池，我要泡个人池，自己好好享受享受啊！现在夏天我不要，夏天就这样走马看花就好了。嗯，到底是夏天好还是冬天好？好像都很好，又好像都不好。嗯。我还是觉得说哈，秋天比较好。我喜欢秋天，秋天哈，袂寒袂热哈，啊，衫边穿较厚哈，无安怎穿都穿袂大裤人啦，大裤人啊，搁加寒。哎、欸，你是国父吗？也不是，哦，对哦，真的是国父哎。啊，来开始，帽子脱掉，敬你，国父孙中山先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台湾，有这样的宝岛。有中华民国，阿弥陀佛，都是你。我是王秀珠，感谢你，我是你的子孙，感谢你，请你再加持我们台湾民国、中华民国，好、哦，还有大陆同胞，大家同心，哈、哦，大家都是好兄弟，哈、哦，然后互相帮忙，哈、哦，啊，和乐在一起，哈、哦，啊，不要说什么震惊啦，谁要打谁都不用哈，就是和平相处哈。你过你们的，我过我们的哈。啊，大家物相通，物交流哈。阿弥陀佛，谢谢国父孙中山先生，敬你，阿弥陀佛。啊，来来来。你到底是小鸟吗？还是白鹅？还是鸭子？苗花我就无用安尼啊，逐工我就无用个，逐工安尼耍袂完，台湾都耍袂透啊，免得出国啦。而且出国又很贵，
也不是贵的，反正就是麻烦啦。那那你赶快白天免做。在卖饮茶，饮茶，饮茶，只要2000，平日2280，随意吃，6道菜，只要2280哦，哦，这六下。280是两千哦，看好势哦，不是两包、哦，一行尔、哦，啊，就是迄、那、落、個，就是那个萝卜，港式萝卜糕啊，那些啊，我较早摕转来阮食的啊。哦，我安尼游山玩水是不是又到当时啊？还没走回咯。哪个巴厘岛要吃海鲜面？真的、哦，海鲜面我这样。哦，海鲜面，每日限30份，360，原价710，阿妹去倒吃，这间我通吃。来自大海的美味，超黑鳞带子，鲷鱼花枝搭配北斗啦，不是北斗美食排骨酥。炸藕丸及北投红茶，汤头鲜美，滋味浓郁。下次了，今天已经吃饱了哈、哦。山林之美，南北投酸橙之梨，哦，多吉安那安那，个十百千八千八啊，八千八八八八八八。多一暗是安尼，来即间多一暗安尼也无使钱，无必要。我逐工来嘛同款啦，对无吼？松山观光会，松山市什么意思啊？叫你松山啊，这个岛呢？阿姨，那松山市。
鲜面，人家讲海鲜面。是一个币，温泉会关。处处闻啼鸟，哎，哦，日头足艳的呢。那玩意怎么会有这么多地方让我玩不完？那边也是很漂亮啊，没安怎，没安怎，时间拢无够用，没安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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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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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啦，再照一下啦哈，乖。这是刚刚我有来过新北，哎，这个这些记录是记录的这些东西，这些跟我无关系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哦，安安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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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安诺纪念，跟我无关了，我不想看，哎，不是不想看了，我还有很多地方要看呐，没时间呐，哦。北投公园。北投公园，我现在要回去台北市立图书馆北投分馆，好，哦，这些这有小鸡蛋，母鸡蛋小，它是鸡吗？好像是鸡呢。今我跟你合照哦，好，啊，然后大家都好运哦，哈。然后什么心我都有哈，贪奶心也有哈，啊，然后什么心都有哈，寿星也是哦，我有过寿星六十岁的哦，嗯嗯嗯，这叫做七星公园，我刚刚走的就是七星公园，我在跟你合照哦哈，七星公园哈，到此一游哈，啊，祝我。七星顺利，七星好运，然后星光灿烂。这是新北投车站颜值在这里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哦，好高兴哦！有这个可以等等。新北投火车颜值，谢谢你。日治时期为发展新北投地区温泉观光产业，新建新北市。
新北投啦，不是新北市，是新北投支线，以1916年这次新北投沉降场后改称为新北投驿还是驿，新北投地名由此而生。哦，新北投车站为北淡线，甚至是台北市仅存的百年车站，其站体为木造结构，山架下的雕花托衬及1937年因扩建站体产生的3+1组合老虎窗，为车站建筑一大特色。然1988年因北投线停驶而走入历史，并将站体拆迁至彰化台湾民俗村直到2003年一连串的新北投车站返乡运动终于于2017年4月重组完成，再次对外开化。考量现实环境因素无法于原址重建，特别规划设置扩增实境及迁室立牌，以多元体系以多元体验方式让民众认识车站原址风貌。哎，我再跟你合照哈。好热哦，好烫哦。手汤青矿泉是被誉为疗愈系的珍贵泉质，内含珍稀少有的珍贵镭元素，前亚洲唯有台湾台北市北投温泉及日本秋田县义川温泉才拥有的青矿镭泉，含青矿酸性硫盐阿利化物泉，为北投天然涌泉，源头泉温65度哦，至70度哦，好热哦。pH 值介于1.2至1.6间，青绿色半透明状，酸性泉质。哇哇快鬼！昨天有看到，哇，他们在拍什么？是这个了，它是热的吗？对，哎呦，还真的是热的呢，我以为是晒热的，被晒热的。哎，我再跟你合照一张。捷运仙和什么意思？捷运新北投车站是台北都会区捷运系统首先竣工之车站，其风格融合我国传统建筑造型与现代结构技术，显现我工程人员智慧及勇于创新之精神，并为今日交通建设迈向新的里程。民国81年5月，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局长叫什么名字？齐宝珍